你还留着这些东西吗？那都是上学的时候买的，很喜欢，就没舍得卖。杨戬经常到厂里来吗？他还有他的大码女装，还有馄饨店要打理，就是有一些营销上的决策，我会跟他商量一下。毕竟他做电商比我有经验嘛。那我怎么老在藤原见到他？他在接送朝阳啊。他们继兄妹的关系这么好吗？那是，在老杨眼里，朝阳的事最大。上次你不也见着？那就好。好什么呀？你别乱动我东西。你知道我说的好是什么意思吗？你。又在脑补些什么呀？一天到晚，净想些乱七八糟的。你今天怎么强词夺理啊？你刚才明明……不是什么？行，你明白。我能明白什么呀？对啊，我可不像某些人，做了事情不敢承认，对别人啊上下其手，又是抱呀又是气。哎呀！这还不是上下其手，我烦死了！你存心的？存心的？对于改善我们俩之间的关系，那我是存心的。你放心吧，在你还没有确认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之前，我会对你保持绅士礼的。那我是不是还得跟你说一句谢谢？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看你就是来气我的。有章有法是你，娇蛮任性也是你，敢做不敢认还是你。CD 借我听两天。